我想哈，每一个人对于教育的这个批评跟指教哈，我们都虚心接受。那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宜兰教育的未来施政蓝图，它事实上是由我们这个教育处跟我们所有的校长啊一起构思完成的。那我们的这个爱的三次方，其实它的核心其实非常的简单，它是希望透过用一种支持的力量，来去鼓励学校发展它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将它现有的这个具有特色的一些课程，啊，去做一些升级。那我们未来希望会透过融入双语化跟这个科技化的元素，来辅导学校来发展这个所谓的实验课程的模组。那透过七大主轴的推动，将我们现在学校各自在发展的特色，能够做更向上的提升，同时搭配108课纲的推动，啊，来去做这个啊特色课程的发展。我想，其实我们的施政蓝图非常的简单，啊，那重点就是在支持学校去做他们原本在既有的基础上可以去做的事情。嗯哼。